城管上街执法也有风险。前天，厦门市同安区城管在执法过程当中被人泼了硫酸，18人入院治疗。官方说，当时城管们是在处理国土局的航拍案件。至于为什么被人泼硫酸，什么事儿导致了严重冲突的发生，这个暂时还没有透露。看了不少网友的评论。 总算是没有再出现大量的什么泼的好之类的说法，网友们还是在进步。虽然有些城管执法的方式确实是粗暴的，但是大部分城管也不容易啊，被打、被刺、被泼硫酸，我看城管可以列入高危行业。说白了，还是要互相理解，都是为了城市更美好，为什么就要对对方下这么大的狠手呢？